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阿里德华台的三房靓装修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望望啊。今天介绍这个靓装修的单位呢，是位于中高层的 F 室，实用面积呢就是953尺，我们现在望到就是饭客厅，而单位呢就是采光度极高的，望到出去呢就是何文田一带的景观。单位呢就是做了一个开放式厨房设计，设施齐备，亦都是装修得很别致。而厨房后面呢就是工人房和它的独立洗手间。下次呢就保养得不错的，还有窗的添。单位呢就是三房一套的间隔，我们现在就先望一望两间的客房啊。最后我们就望埋个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就是用了一个弧形窗的设计，就是我们阿里德华台的其中一个卖点。而主人浴室呢亦都是重新装修过。今天就介绍到这么多了，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片的话，就记得留言、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啦，拜拜。